这个变19。A、B 两队拔河 ，A 队获胜，能不能说 A 队的力量比 B 队来的大 ？B 队来的大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因为合理为一个中等数对应的我们说明，这种才跟一个下面一个比过。我要想应该找个男生了吧？30。30。拔河比赛 ，A 队获胜，可不可以说 A 的力量比 B 的力量还大？不行，不行，说规定，说规定，可以，说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可以，不行，不可以。不知道，请坐下。绳子会往 A 这里跑，当然表示合力向哪里？向 A 嘛，这表示 A 的力量会比较大，所以 A 的力量。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简化的讲法。这个问题我们在网络上曾经有人提出来，让大家讨论很多，有一些提供东西。因为如果你忘掉绳子，忘掉绳子，那变成 A 拉 B，B 拉 A 嘛。那如果是 A 拉 B 拉 A， 应该怎么样？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两个应该怎样？一样大，那一样大只会跑掉。那有人扯说可能还地下地面还有一个摩擦，所以第二力要分析好多力啊，还有什么 A 作用给绳啊，绳作用给 A 啊，地面摩擦什么一大堆讲一大堆，就很啰嗦了。那我们如果用比较简化的讲法，既然绳子往 A 跑，表示怎么样？合力是向 A， 然后呢就表示 A 的力量应该比较大，但就比较简化的出来这样子。白话其实还很多啰里啰嗦的事情。还有很多啰里啰嗦的事情，好来处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合力向 A 表示 A 作用力还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前面讲过了哈，天平是量质量用的，可是，在失重状态没有办法量，因为没有人拉它。它的正确原理是力矩相同，还没有叫力矩，反正就是挂上去有引力拉它。它才会转动，那两边质量一样，拉的力量就会一样，就平衡。那失重状态就没人拉它嘛，所以我们说失重状态不能够用天平量质量。那请问你可以用什么方法？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量质量？我知道，把先回地球。现在地球量好再来。查 Google 就知道了。23。三号。三号。什么方法量？不晓得。你说。讲有学问的说法，用天平量的叫做重力质量。我现在叫方法叫做惯性质量。就用推的，用 F 等于 ma。用 F 等于 ma， 啊，推多少的力就会产生多少的加速度，可以根据它的加速度来定它的力量有多大，这个叫做惯性质量，天平量叫做重力质量，啊，理论上这两个质量不一定要一样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到现在，它们通通都是一样，就是一样，惯性质量跟重力质量是一样大，所以就利用 F 等于 ma 的关系，可以来帮我。测出来它的质量，所以在外太空失重状态下，可以用 F 等于 ma 来量质量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跟各位所提到的啊，注意一下，一公斤重是9.8牛顿等等之类的，一些简单的一些观念，就这样子 ，OK 吗 ？OK。